社交活动中表现积极，主动关心和照顾大家，但又渴望能够受到大家的关注。婚姻需要空间，彼此需要更多的信任。受经济危机的影响，爱情有压力。月亮、土星、天王星形成火象大三角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，内心渴望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对待他人又用严格挑剔的态度。月亮与火星的四分相带来情绪的冲突，戏剧性的爱情态度引发内在的危机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